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我们本节课来探讨 C 加加常见问题当中的值、呃、传递、指针传递和引用传递。好的，关于我们的直传递、指针传递和引用传递的话呢，它都是针对于我们的函数参数而言的。呃，当然了，我们本节课呢着重的说是来通过。 三个实例来讲解一下我们的呃直传递、直传传递和应用传递。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呃直传递。先用头文件 include iostream，然后呢是命名空间 using namespace std。接下来的话呢，我们首先看这个直传递。 只传递。首先呢，我们是函数声明。函数声明。void change 有两个参数 int int。然后呢，我们来看呃定义两个变量 int x 等于二。 y 等于三，我们 s out 什么呢？交换前 x 等于 x，y 等于 y。Y and l，OK，、okay、然后呢，我们再调用乘指函数 x y，c out 交换后，交换后我们的 x y，这个呢调用的是什么呢？直传递，直传递，然后呢？ 我们来实现哎，change 函数。void change int n int m。函数题里面呢，首先呢，我们定义一个中间变量 temp，让 temp 呢保存 n 的值，n 保存 m 的值，然后呢。 再让 m 呢等于 temp，就是中间变量。然后呢，我们来运行一下结果，看一下它这个输出结果。我们看到交换前和交换后呢，x 都等于二，y 都等于三。也就是说，是我们通过乘指函数，并没有起到就是我们交换的作用，也与我们的想象呢是呃。 不同的，我们想象的是什么呢？交换之后，x 等于三，y 等于二，2, 但是呢，呃，交换之后呢，x 还等于二，y 还等于三，呃，这就是猫腻呢，在我们这个称指函数里面，函数称指的话呢，它并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样将 x 和 y 的值进行调换，这是为什么呢？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在这个代码称指函数当中，采用的是直传递的调用，哎，采用的是直传递的调用，呃，只有在调用 乘置函数的时候呢，编译器呃才会为它当中的形式参数，也就是它的这个乘置的形参 n 和 m，就是调用这个乘置函数的时候呢，才会为和 n、m 以及变量 temp 分配内存区域，并且呢1 3 x 和1 3 y 对这个形参 n、m 赋值，而乘置函数当中进行的这个数值交换，它是对 n、m 进行的操作，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呃实参 x 和实参 y，而我们的 m、n 和 temp 在乘指函数完成，呃乘指函数执行完毕之后呢，就会被撤销，所占的内存区域呢也会被收回。调用函数和被调用函数发生的呃唯一的数据关联呢，就是由这个实参向形参赋值啊、呃、向形参赋值而已。 此后呢，被调函数当中的呃变量与调用函数当中的变量啊、呃、就会各有各的内存空间，互不干扰。即使变量名相同，啊、呃，也会被编译器认为是不同的变量。换句话说呢，我们的被调函数当中执行的任何操作，都只作用在被调函数内的这个变量上，啊、呃，只作用在被被调函数内的变量，呃，以及呢被调函数这个形参。 而不作用在什么呢？在这个调用函数的变量上。通过呃传只调用的时候呢，被调函数无法改变调用函数当中的变量值。那有没有可能哎、呃、在被调函数当中改变了调用函数的变量值呢？呃答案它是肯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引出了指针传递和引用传递。 呃，要想被调函数改变调用函数当中的呃变量的话呢，应该是函数当中的操作直接就要作用在调用函数的变量上。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呢，一个有效途径是使用这个指针传递。我们先把直传递的给它屏蔽掉，哎，直传递的代码屏蔽掉。 呃，当然先不用屏蔽。我们首先呢是这个第一个是直传递。然后呢，就是再从这个概念上来讲呢，指针本质上呢就是存放变量地址的一个变量，在逻辑上呢它是独立的，它可以被改变。啊、呃，包括什么呢？它所指向的地址的改变和其指向的地址当中所存放的数据的改变。 而引用它是一个别名，它在逻辑上呢是不呃不是独立的，它的存在具有依附性，所以呢引用必须在一开始就被初始化，而且呢它引用的对象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当中，呃它就是不能够变化的。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指针传递，指针传递的话呢，我们为了区分期间还是把它这个屏蔽掉吧。 指针传递，我们先把它这个复制粘贴过来，然后呢，称值的话呢，我们声明函数的时候声明指针变量，指针变量，然后呢，它交换的时候呢，它这个称值交换的时候。 交换的是我们的 x 的地址和 y 的地址，这个传递的是我们 x、y 和的地址，这是什么呢？是这个函数调用传递的是地址，然后呢，我们来实现这个称积的话呢，称积函数它就需要给我们的这个 n 和 m 的变量加上星号了。 而这个交换的时候呢，temp 呢首先等于 n 的值，n，新 n 的值呢，它又等于 m 的值，m 的值，它就等于 temp。然后呢，我们来这个运行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交换前和交换后呢，x 和 y 的值呢就发生了变化了。我们来看，在函数当中，哎、呃，在乘子函数当中实现了 x、y。 之间的数据交换，我们与之前的这个代码比较，可以发现呢，函数它这个形参呢是由两个 int 型的呃指针变量呃所组成的，它将调用的函数当中的这个变量地址呃地址的这个什么呢的地址作为它的这个实参，复制给行参，完成对调用函数呃对调用函数当中变量的这个处理，而在呃调用这个 change 函数的时候呢，int 型变量 temp。Tem p, 和形参，啊，就是我们这个 m 和 n 的这个呃值，呃被创建，并且呢，用这个调用函数当中的变量和 x 和 y 的地址为我们的 n 和 m 来赋值。这个时候呢，就间接的引用，呃，星 m 就是和星 n 和星 m，实际上就等价于我们的呃 m n 函数当中的 x 和 y。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对这个星 n 和星 m，呃的实际操作呢，它实际上就是对我们的 x 和 y 的操作。这样子的话呢，虽然说在函数称职当中执行完毕之后呢，变量 temp 和 int 行指针 nm 它都会被撤销，但对应的这个内存区域呢，呃被收回了。但是呢，在函数执行过程当中呢，已经通过这个指针间接的呃引用改变了这个调用函数，就是我们的 x 和 y 的这个变量的值。 就是指针传递。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引用传递。对变量的引用相当于变量的别名，哎、呃，对，相当于变量的别名。呃，就是 C 加加允许函数通过引用实现呃参数传递，在调用函数的时候呢，不会再为行参分配内存空间。因此呢，呃。 这个时候的形参呢，就是这个实参身呃自身啊、呃，就是实参自身，呃，就是说形参它其实呢是实参的一个别名而已，是一个东西。呃，在函数当中对形参进行这个任何操作呢，本质上都是对这个调用函数当中的实参进行的操作。然后呢，我们把它这个指针的呃代码屏蔽掉，然后呢，我们是引用传递。 引用传递，然后呢，我们是首先呢，我们把它这个复制粘贴过来吧，复制粘贴过来，我们改变函数是传引用，传引用的形式，转化后呢，我们调用的时候呢，就直接是把 x y 过来了，因为它这个调用行参的时候呢，直接的是，呃，它只是说是我们的这个实参的别名而已，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实参。 只是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好的，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哎，对啊，它这个实现的时候呢，也需要加上这个呃取地址符号传引用。我们来运行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式呢，也交换了 x 和 y 的值。OK，在代码当中呢，我们这个称指函数的引用传递实现了 x 和 y 数值的交换。从输出实参。 啊，从输出的这个实参 x 和行参 n 的地址可以看出呢，呃，就说是我们这个之间的它啊、呃，它是在这同一个呃区域。我们我们来啊，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嗯，在 C 加加呃语言当中呢，指针传递参数和引用传递参数呢，它是本质上呢是不同的啊，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指针传递参数，它本质上是值传递的方式，它所传递的是一个地址值，而不是变量值。值传递过程当中，被调函数的形参啊、呃、形式参数作为被调函数的局部变量处理，即使在哎、呃、就是在我们的站中开辟了内存空间，而、呃、存放呃由主调函数放进来的这个实参的值，从而呢。 哎、呃，成为了实参的一个副本，而在引用传递过程当中呢，被调函数的形式参数虽然也作为局部变量的栈开辟了内存空间，但是呢，这个时候存放的是由什么呢？主调函数放进来的实参变量的地址，哎、呃，它是同一个地址的。被调函数对形参的任何操作，呃，都被处理成间接的寻址，即就是通过栈当中存放的地址访问主调函数当中的实参变量。 正因为如此呢，被调函数，呃，它对行参做任何操作，都影响了主调函数当中的实参变量。好的，呃，这是我们本节课关于函数传递的，呃，函呃函数参数的，呃，值传递、指针传递和引用传递，呃，三个知识点。呃，这一块呢，也是在我们这个面试过程当中呢，经常会出现的，呃，一个知识点。 呃，一个知识点，要么是选择题，要么是就是看程序写结果。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呃本节课的课后题作业，实现一个求差函数。 根据用户输入的数据不同，得到不同的值，要求引用传递，用到引用传递的。 知识。好的，关于我们的直传递、指针传递和引用传递呢，我们就讲解到这里。好的，谢谢大家。